最近新三板这个概念很火，我市已经有10家企业在新三板成功挂牌，还有7家企业正在筹备申报。是的，作为梅州唯一被列入创新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，风华环保更是率先尝到了甜头。去年定增融资7000万打造的新项目近日成功投产。眼前这一台就是我市风华环保公司投资100多万研制的新产品消防除尘喷雾机，并在近日成功获批国家专利。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包含了从技术外观的话起码三十个专利是有的。这个大家伙的研制成功还多亏了企业新厂房的启用。据介绍，风华环保原有的厂房位于江北老城区，占地仅6000平方，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。我们原来的厂区的话呢，它因为空间的局限，可能我要生产2台这个产品，需要把原来的一个生产车间把它清理开来以后再把它生产。去年一直想扩大生产却不够资金的风华环保，成功利用在新三板的融资平台，开启了2轮股权融资计划，共融得7100多万元，启动了新项目。如今位于东升工业园的新厂房已经建好，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是原有厂房的5倍多，大大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。到了我们目前我们新厂区的话呢，我们完全有信心将我们的产能扩大到3到5倍。借助资本市场的资金强健实体经济的筋骨，风华环保的案例为我市众多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。不错，希望我们的梅州的企业能够放宽眼界，不断学习，积极参与各类市场活动，充分利用各类市场资源，加快企业发展壮大。